我叫白洁，我是从西藏来的。今天，最近是批主要是为了能够释放班禅龙的禅，班禅龙的禅是我们西藏的佛教中最伟大的一个领袖之一。他从六岁开始失踪到现在都没有人找到，是在中国政府的强制下，其实失踪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希望这个video就希望那个强制执行委员会能够。在这个上面关注这个班禅喇嘛，也希望能得到释放，也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对西藏执行的一些非法的手段来强制班禅喇嘛失踪这么多年，谢谢。